这个今天整一个豆皮寿司，放点这个甜辣酱，这个酱是9.8块两瓶，宝宝们口味可以自己选，有黑胡椒的，有甜辣的，这个挺好吃的，这是零脂的，你们有那啥的小姐们可以整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底下这个可以换成海苔，其实，然后拿保鲜膜一包，暂停一下，我给它切碎了啊。切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上面可以再撒点酱，这个有番茄的，有沙拉的，还有甜辣的，有那个黑胡椒的，这个就是热量比较低。嗯，非常棒啊！我那小姐妹夏天那吃点清淡的，然后又怕嘴没味儿，你就可以来点这个酱啊，拌沙拉呀，然后整个小三明治啊，都挺好，还便宜，9.8块俩，随意搭配啊。你可以随意搭配，就是味道，黑胡椒的和这个都随意搭啊。